大家好，现在就来讲那个关于居里密公报族所做的事。对，就相信各位听完以上报告之后，一定会亲眼发现，就是居里密挖坑兽之可怕，就可以发现刚刚报告有非常多的挖坑兽在挖坑。然后，可是这跟居里密公报族有什么事呢？就是居里密公报族其实就是在窥坑、挖坑跟推坑。然后窥坑是什么？窥坑就是记录大大小小专案的成果，然后还有居里密的大小事，还有一些黑客松的讯息啊，什么媒体报道等等。然后像这边就是可能我就会什么 FB 后勤中心突破千人大关啊，可能要把它记录一下，就当做以后回顾的时候可以回顾居里密做了哪些事。对，好，然后大家可以去公报区看看，里面就是有一些已经有人在维护的事情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挖坑，挖坑什么呢？挖坑其实就是记录别人挖的坑。对，像之前 Johnny 曾经在 RIC 上面讲说，怒开议员投票指南，希望大家能帮他监督，以免他以后又把自己的 repo 把它删掉。啊，公报组当然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啊，所以说马上把它记录起来，然后就上了首页了，然后就被1000多人，应该是每天都上千人看到。对。好，对，然后提醒一下，就是在就是公报组的 Hackpad 上面，你填那个一些记录的时候，它会同步到那个居里密官网上面。对，居里密官网有一个社群动态，然后那边跑的就是那个我们公报组记录的事情。然后推坑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公报组。然后要做的事，通常第一个就是整理公报啊，然后就像之前就是。居里密在学运做了什么事啊？我们可能会今天在可能会看那个 logboard， 然后把居里密在那几天做的事情汇整起来。对，然后消息来源就是 IRC 上面，或者是后勤中心，或者是那个 Google Group 上面。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记录你有兴趣的坑，比如说你对新闻小帮手有兴趣的话，你就可以把新闻小帮手的一些历程把它记录下来。然后就是无视边公报，边公报没事。然后第二个坑就是月份公报中心，就是汇整，就是每个月的那个公报有什么内容，把它汇整起来。然后第三个就整理条目，然后它是收集现有居里密专案的资讯，然后或者是对居里密有一些简单的名词解说。然后之前就前几天而已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小工具，就是你在 RIC 上面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下面那个指令。就是 what is 什么，或者是 PM me 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内容。对，大家如果有在上 IRC 的话，可以测试一下，不过尽量是用私讯啊，不然用公开的话，它可能会造成洗屏这样。对，然后这是4月10日上线。好，最后就是我们的人力需求。好，欢迎就找我，还有那个猫橘毛。对，好，谢谢 B。